大家好，我是原子阿嬷哈。这张水墨画哈，水墨漫画啦，这张是分着两个阶段画哈。因为伫咱旧年哈，有迄个政府哈，为着要纾困哦，然后发着这个振兴券哦，迄阵我就有一个联想啦哈，就画着迄个捶背券哈。因为即马吼，迄当时吼无画了，还未完成吼，嘛无完全哦，迄个完整啦吼。等即马吼，因为台湾的迄个 COVID-19 的迄个病毒吼，真足毒的吼。所以吼，所以我即马甲即张吼，佮做一个第二遍，吼第二遍的完成吼。这张吼，才有迄个三张捶背卷吼，佮有500个吼，两张200个，一张就是这吼，这张这创意吼，这个水墨漫画的创意吼，就是伫这个囡仔手吼，一个囡仔足幼的手吼，伫遐比吼，讲奶奶，你要选哪一张？这个较大的手吼，伊就讲让我想一想吼。而且吼，伫这个面顶遮吼，你累了吗？你累了吗？就是说，像咱电视有一个广告吼，哇，是即马已经嘛变成一个流行了吼。你累了吗？就做什么？这个孙啊吼，就是要甲阿嬷吼捶背啦。看你是要爱500个捶背，还是要爱200个捶背？好，这我相信网友吼，你若是迄个啦，阿妈辈啦吼，阿妈辈，我相信这孙啊吼，拢足趣味的啦。你也来讲吼，来，你甲阿妈捶背一下吼，伊就吼大个细个吼，吼，就安尼甲你捶背。你这吼，若甲伊讲，你捶背哪，你甲我讲，敢那咧讲古的，伊阁捶较大个，迄个人吼，本来就细细啊吼，你安甲伊讲落了吼，伊安尼拍落迄个大力吼，拄啊好，所以孙仔吼，有时是足趣味的啦吼，嘿，恁咱遮的网友吼，你若是阿嬷辈啦吼，阿公辈啦吼。这是我这个原子阿嬷吼所画的吼，就这个捶背卷吼，你都脑看到吼，嘛安尼有迄个感受啦吼，所以这就是一种迄个创意联想啦吼，这是我的创意联想，当然嘛希望这个网友会当就是一种感受，开心啦吼，嘿啦，你若开心吼，你就加按个赞吼。这是人互相嘛吼，你看我的，你甲我赞，我嘛足欢喜的咧，好，伫遮，谢谢哦，谢谢你。